神圣灵感指引卡是由美国游戏公司出版的一款迷你牌卡。大家看到这副牌，是不是被它的配色给吸引了呢？白色的底图搭配可爱的小花，淡绿配上殷红，再搭配油紫色，在清爽简单的设计当中，又带了一点精致的美感哦，让人升起一股想要收藏的感觉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，你看我的手哦，我的手呢其实已经算偏小了，可是它放在我的手掌上呢，竟然比我的手还要小，所以就知道它真的是迷你尺寸。那这副牌呢是掀盖式的开法，那上面呢有磁铁可以吸住牌盖，不会让牌跑出来。那打开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牌卡的使用说明指南，以及40张牌卡。那神圣指引灵感卡呢是没有说明手册的哦，所以作者呢是把话全部写进卡牌里头，让我们抽到牌卡的当下呢就可以直接阅读内容，不用再额外寻找其他的资讯。那牌卡呢上面会有一个大大的关键字，下面呢会有1到2句的小语告诉我们方向。那小语的意思呢相当精准而且明确，完全不用费力去猜想它要讲什么，很适合陷入迷惘的朋友，立刻就能够点醒我们哦。好，那这个呢是牌背样式，是不是也很漂亮啊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牌卡内容。一，丰盛。二，允许。三，动物。四，询问。五，平衡。六，新生。七，事业。八，清理。九，沟通。10，创造。11，决定。12，能量。13，家庭。14，专注。15，朋友。16，流动。17，目标。18，接地。19，指引。20，疗愈。21，假期。22，家庭。23，爱。24，冥想。25，音乐。26，移动。27，大自然。28，热情。29，正向。30，保护。31，骄傲。32，重新充电。33，征兆。34，技能。35，灵魂伴侣。36，力量。37，教导。38，时间。39，相信。40，等待。神圣指引灵感卡是一款直指人心的指引卡，简约的设计，明确的话语，让陷入迷失的自己能有一个清楚的指引，就像生活中的灯塔那样点醒我们。这副牌相当迷你，所以可以随身携带，当作是随身提醒的小卡，很适合喜欢正向语的朋友。购买点在金合花精爱疗愈，买就送中文全译本。